今天画宋文治水乡三月，赭石的部分染色，用赭石加一点点淡墨，这个颜色呢比较薄，用笔比较干。把这个房子的窗点一下，不要太湿。这个比较干一点，不要太湿。窗基本上点，全部点了。但是不要，有的时候有一点点漏一点点白，就是不要把它填得很实。好，这房子基本上就点完了，然后啊，这边还有，船，
了，这个基本上就染完了。然后呢，笔尖再加一点点墨，就是还是赭石加墨，稍稍浓一点，比较干一点。可以用纸宣纸擦一擦。这样的，擦一擦。稍稍擦一擦。这个笔也要干，大的窗子也点一下，这样子有不同的颜色在上面。
把这个原来画的这个树丛啊稍稍点一点，干干的稍稍点一下，原来这个点过一次蘸墨，那还要点一点点上一次这个氧化器的时候忘记，这个还要点一点点化青，我们今天补一下化青，花青，用的赭石条花青也可以，点在比较点的比较稀疏，不要很密。不要很密，不要太湿，干干的。用这大笔把这个赭石加水，赭石加淡墨，把这个稍稍染一下，亮的不要染，不要大面积的平涂，它就像画这个树丛一样的，上面是亮一点，下面暗一点，下面暗一点，上面这个地方是亮一点，笔蘸清水，笔尖调赭石加淡墨，下面染的比较多，上面染少，
是半酒湿打底，然后呢下面就是染这个曙红，点曙红，可以湿一点，让它晕开一点，点点水，点点水，好，今天这个就画到这里，谢谢观看。今天画这个宋文字水象三月，今天点画，点画主要是曙红，用一支特头笔，这笔没有尖，用旧的或者是把你头剪了，然后调一个淡淡的花青，曙红。笔尖再调稍稍浓一点的曙红，这样点出来的这个画呢有这个变化，都有这个浓淡色的变化。我们点一部分，我们只点下面这一部分，其他点法都是一样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点，刚才笔已经调过了，先调笔蘸水，秃头笔蘸水，先调一个淡淡的曙红，很淡的，然后笔尖调一点点浓的曙红，调一点浓的曙红，那这是浓的，这是淡的，这是中等的。好了，然后开始点，点的时候呢要有密有疏，有大有小。好了，你看点的下面这个是淡一点的了，这是浓的，然后这个浓的周边呢也点一些淡的，就反反复复的点。好，再调，点完了一直把笔上的颜色点完，然后再调，再按照刚才的调法调，这个靠近这个边缘的地方呢是后点，先点这个中间的，然后这个笔颜色淡下来一点以后呢，再点这个边缘的，点过以后不要反复在一个地方点，这样这个点着就会混在一起去了，要暂时点，要给它一个一个的能够看见，形要有。上面的点要小一点。
这一部分点完。每调一次颜色都点这个靠近中间的部分，然后再往边上这个往这个边上这个延伸，两个边上边下边，这个原来这个点呢有墨点，有画庆点，还有赭石点。就稍稍要淡一点了，这部分是浓一点，这部分要淡一点，淡一点就是笔呢多调一点水，后面那个浓的这个曙红不用调，只调到中等的曙红就可以了，只要给它干一下。在上面就是更淡一点，点子也少一点，这个每个这个房之间呢都可以点一点，浓一点。这是淡的，中间浓，上面淡，下面淡，边淡，中间淡，边上淡。
这个龙和蛋是相对的，不能够是跳跃性的，就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。这个桥上面稍稍点一下，要给它干，等一下还要染一下，捂一下干。的时候可以干了以后再补，干了以后你看效果，不够的地方可以再补一些锁红的点，然后这个点完了以后呢，你再调一点点，用一支大一点的笔蘸水调淡淡的锁红，稍稍把它染一下，染的时候这个头基本上不染，不要，这是一个花束啊，花束的头，你要不要超过它，稍稍点一下，用笔尖，不要平涂，一点一点染，这样有露出一些原来的底的颜色。这个笔呢稍稍湿一点啊，点的时候不要超过头
越是到这个边越要小心，不要染得太多。你是点完以后不一定效果很好，你可以干了以后再看效果，然后再补点补染。好，然后沾一点水，沾一点清水，这样撒一撒，让这个颜色呢慢慢的盛开。这个呢不够的地方，你可以补点一下。原来的这个花青不要把它染掉了，要给它保留。这里的花青。花青，花青，这里花青啊，这个水的花青，你这个点的时候是点，不要大量的大笔这样子染，点染。好了，这是清水，清水呢把这个边沿稍稍都点一下，因为这个颜色没有干。然后这样点一下以后呢，就可以把这个颜色冲开，让这个花的花束的边缘是很淡很淡的这个曙红颜色。这个拓表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，有的时候是画好时候看不出来的，你就要等拓表，拓表以后你看到这个淡淡的颜色，就很好看。好了，这个基本上就画完了，这幅画也就画完了。这个地方的点子稍稍大了一点，这是主要是没有干的时候在上面点的，它混在一起去了，应该像这样的小点，一个一个完整的点，不是小点。这个可以等一下干了以后再重新补一下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效果。这个就是应该是一个一个的点，像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点，不要混成一片。这幅宋文志的水乡三月就画完了，一共有五个视频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看一看，然后自己在家临。这是一个四尺三开的画，原稿是一幅大画。
谢谢。Thank you.